完活了，整挺快啊。仨人整的。来办公去了就。做饭。这帮大毛丫头。做饭了也不收拾屋子，我做饭也不收拾屋子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不愿意来，我说你不来呀、啊，我不愿意去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不是小梗吗？咱们修那梗多宽呢？你现在这么宽小梗？这一辈子就修就会修梗。那大梗子，那你抽出来你不宽的梗子行？整个整梗干啥呀？那扯淡。收完你狼也没去吧？没有，我一看收完那梗子一个都没有了，你修那梗子。然后大车货没了，那家那收回一天的货，啥梗都给压没了。长个小有好处啊，有空就挤进来。这吃货队儿，人大沙坑一场。辣白的啊？腌出来了。腌出来，咱就是辣点的话，就味道挺好。这么辣的吗？我是吃不了，我那有。樱花小说不辣呀？辣不算太辣，我他妈那也不行，吃药不能吃。味道还行吧。这咸，对，咸点了。那咸是啥事儿？料的事儿啊？不是这，这玩意是不是白菜盐？对，白菜我包咸盐的，我头的呢。你看，对，你搁头一遍。你搁多盐沙的呀？白菜？搁少白菜。少白菜，这家伙白菜你搁少白菜，不搁盐就好了。白菜搁盐搁多了有可能。对，咸吧，齁齁的。那这也不行，少白菜啊？没用，听我说，我搁少白菜。我也不虎，你也不鲜呐，味道行，嗯，味道吃味道，嗯，你这成颗那白菜，你有人成周一颗，完了抹一层，周一颗抹一层，不是装它大就半心那辣白菜，你我就着忙吃啊，不长那半心儿，哎，就大半心儿，半心儿没有啊。扒拉哥扒拉哥那是最好。下午那就是半心，那都是北边那个。那就人那我留着新鲜菜。我知道新鲜菜，那也是半那哪有是蹬蹬心？半心那不是蹬蹬心，一撒它就散花了。大裤衩对。那菜那也不蹬蹬心，有几颗蹬蹬蹬蹬那个啊？对，不像蹬蹬心那个，那不行，腌辣白菜，就散花似的，那就土老帮你待着。烫手啊。呀，你不说烫手是吗？不说烫手回来了。忘了，你看你别说呀，你说烫手了。你傻似的你。哎呀妈！啥玩意儿？这土豆那个。大丰收。啊，啥玩意儿不好烧。土豆、茄子、土豆、豆角子。快炒，尝尝。我说你几天没吃饭了？昨天没吃饭了。我吃干粮。蒸的啥玩意儿？谁吃饭呢？哎呀，我也吃。是谁吃这个？你吃吧。那我吃饭。老方。你行。没了。要不完这么你坐这儿来，这敢歇会儿。来来，过来，完这么点。啥都想吃，啥呀？嗯，脂肪多呀。不知道，脂肪多是踩着风火轮下个门。你把手真热乎。这怎么了？跟那个，跟在那个什么，那个捡破烂那个乞丐的。把哪儿捡回去，老太太？哈哈怎么枪毛枪吃的？咋枪毛了？我那也是枪毛。你想给你别哭了。哈有帽子吗？有帽子也不愿意戴，我咱出不戴帽子。不戴帽子，戴手套。妈戴手套基本上全都丢了，冬天出去妈光手板回来了。夜呀的扔到哪嘎子不想戴。出屋不可谓冷。是吗？好像有这句话不是啊，以前说的吧。臭油也吃的。臭油也吃的，哪来扔过呀？那以前再早那爷还扔菜呢，啥都不扔。
菜汤都喝他了吧？那你关键你是现在他再早他也比不了，就是那时代不得改进吗？这改进总也是再早再早，那你还改进你那右也不能撇。那块右搁那梯子那儿，没看着啊？没看着，没看着。还非得上那个大医院，上到哪了？大医院。那天回家我说哎疼不疼了，他说这疼着呀，不咋抬干啥，抬天儿去，说不用治。哎，问你咋回事，不抬抬干啥？那时候没整呀，有的说不咋抬干啥是干啥呀？知道了。或是疼，或是不疼，你就说不咋疼啊，或是酸个秧的，或是难受啊，就得了，我还不咋抬干啥？干啥呀？不咋抬干啥？你干啥去了？快别割了，快拉倒吧！割了啥呀？没嘛。像上北京，我跟你说，没等到躲的地方都好了都。还不能去，上那干啥去？这老远，弄啥去？